欢迎许楚林小姐来为我们献弹一首《小星星》。大家好，我叫许楚林，我是欢迎的各自为来。我妈妈是一位钢琴老师，我有两个姐姐。我今天会欢迎弹一首《一闪一闪》，请多多指教我。不是一首一闪一闪，是一首小星星。我要弹一首《小星星》，请大家多多指教我。我可以弹给你们听。OK。有一点断续，所以请给我99分，这是100分，我很笑嘻嘻笑嘻嘻，我坐在花台，有时候可以来找我哦，找我妈妈，不认识的也可以来找我。